其实这个化妆这件事情就是不分性别的，我觉得化妆这件事情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东西，也是对别人的尊重。可能我每天蓬头垢面的出去，你看到我你也不会开心。化妆这个东西虽然说化妆自己脸上，但其实看的还是别人，所以说这是一个让别人开心的过程，也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过程。